杨顺宇，你现在到底在哪里？再不来我就要被吃了。走吧，来。喂，等一下。不要走。你是我的。我今天有约了，弟弟，下次啦。走吧。干嘛？我要跟他说，总经理不是变态。人家好不容易走了，就由他去吧。可是这结果太超出剧本了，有损总经理名誉。无所谓，说不定这样一来，以后就不用再相亲了。我只是想跟他讲，你可以不接受男人跟男人在一起，但不可以骂你变态。所以，你接受男人跟男人在一起？幸好没踩坏，不知道等一下能不能退。用过没有？谈过恋爱吗？用过跟谈过不能混为一谈。那你是用过还是谈过？我没打总编，怕财务不给报销。记得给我钱。既然你送上门来，别怪我把你宠坏。你去珍惜，希望惩罚过来。你管我饭去，天天讲。